来拍《迷雾兄弟》第二张专辑的 MV，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宜兰的南管市场。南管市场是要拍什么的？就是要拍宜兰镜头节啊。都有看到啊。非常欢迎现在进行新的一个专辑，在小温总监。第四的这种体验真是蛮特别的，开心吗？好开心哦！而且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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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李，来，来，三二一。两个 take 吧，一个是手机拍票，一个是对嘴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想要摆一个帅，然后这个跟大家介绍，这边是宜兰的市场，我们小时候都会来这边陪妈妈买东西，所以这边充满了一个人情味。保你在传统的古早味，葱油饼、小笼汤包、五星级的樱桃鸭，拢交予我处理。你打卡破爱吃，礼拜是三他吃。这里只有一秒，最麻烦。是吧？点了三次，没有点过那么多次的。我家的料理全部拢是专家，今年是酸味肉羹比你加配绿豆沙牛奶，沙沙鱿鱼苦麻配红酒鱿鱼。他最喜欢吃羊肉汤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不能吃牛肉汤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改羊肉汤。羊肉汤这样。三岁腊肉就爱配阿叔在传统古早味的，古早内底烧烧的鸡汤结结做伙，吃的时阵，那滋味真正足甘甜。吃啊！为了拍这 MV， 我已经空了大概两个月，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可以大肆的吃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耶！平常不能吃的，现在都可以吃了。耶！而且我要讲一句话，这家店呢是我们宜兰著名的煎饺店，然后我们还要请到我们钢管女郎在这里跳。到晚，然后我们现在吃到了哪里呀？红烧鱿鱼，这个是在我们小时候呢，开在我们这个妈祖庙的那边，是非常老的店，老店家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不管是北部人、中部人、南部人，都非常喜欢宜兰的美食。当然啦，真的，他们吃了说，哦，这个口味没吃过。对，因为我们推荐的就是美食地。就是听《宜兰镜头侠》这首歌，你就可以知道宜兰的当地美食有哪些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所有的景点都是宜兰在地人推荐的哦。哎，弄高火刮出力，打卡后 IG。哎，现在先吃到了，我也不知道第几道，反正就是无止境的吃。王瑶姬，弄高火刮出力，打卡破 IG。哎 ，Hello， 现在时间是10:40，哇，已经到啊，快接近凌晨11点，也就是这说我们已经足足工作了差不多16个小时，对，非常多。哇，我们今天要来拍今天的最后一个卡，对，对嘴的部分，对，没有错，而且我们有感觉我们还很有精神嘛，对啊，当然有，对，因为刚才吃了太多美食，是，对，边点吃完有点想干嘛？可以准备一个 happy ending 的一个节奏，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你看现场差不多120个人陪我们到这么晚，好吧，辛苦了，好吧，挑一个他加油，你要进入几啦？
老二，现在感觉如何？会很累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能够把工作当成兴趣，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而且今天一点都不觉得是在工作，就好像搬来出来的话，所以有这种感觉，我觉得是很幸福、开心的事情。嗯，